这边有按摩椅，这个手活的按摩椅。东方航空公司，你好。你好。欢迎乘机，你好，晚上好。你好。按照惯例，我们一座上飞机会先看一下这一班飞机的机型。那这一班飞机是 B3737-800的，那是33的配置。 那昨天那一班也是737-800的，OK， 看刚刚每个位置都有放了一瓶水，所以可见晚上等一下应该没有餐点了。6:00夕阳飞机，我们等下是7点25从天河国际机场到9点，9点到重庆江北国际机场。